滤油车装好之后，就准备开始滤油。这个滤油都啊对准这个啊，去打入的泄油口，然后打开那个打入的那个泄油阀门。每天把油可以调开小一点，然后调好，然后再把油开大一点。 如果说炸炉把油放完之后，里面还有很多面粉，一定要先把发热管抬起来，把。